这是我家乡风味的果酱红茶，不知关心大人感觉如何？这个味道。关心大人。勉强吧。对了，那家伙人呢？既然不在这艘舰上，想必他一定又在哪个世界炮里谋划着些什么。哼，也不知道这任务会不会只是一个借口。不过，只要是和舰长大人扯上关系的人物，恐怕就没有不麻烦的。比如你这样的？比如您这样的。丽塔小姐不必自谦。关心大人可真会说笑。这次你没有一起跟过去吗？毕竟懂得在什么时候装傻也是女人的美德之一。哼，但凡事都得讲个先来后到，长幼有序。你说对？我不能再同意您的观点，关心大人。那么你想不想知道，在你们相遇之前，舰长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你说来听听。两位，请容许我在你们相谈甚欢的时候打断一下。什么事？哎，没看到我们正忙着呢吗？非常抱歉，但是在修伯利安前方，我观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。不同寻常？在这片海里？目标似乎还存在着生命体征。哎，把观测到的影像清晰化处理后，投到舰桥的主屏幕上来。Yes, Maiden。这是